这一个城市里面就有科研酒，哦，然后里面有这一个condition， 然后里面有 iterative， 对，你看这个就是几块酒，这个时候啊做这个，对，然后呢这个每一个 BR 都是 condition， 对，然后再来最后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个就是 iterative 到三年连溜，对，所以三年连溜到三年一一这几个时间就这样知道，哦，啊，这里面就可以知道我的商店，做了商店，因为我们只有三个数，那你缴一百个数，你就他就会绕我一百个，啊，就做一百个。啊，这种叫 iterative。那你用这种方式的话呢，这个程式就可以写很多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今天没有 iterative 的话，哇，糟糕，你这样一百个做一百次，你这样这边写一百遍的这个东西，啊，所以为什么要 iterative？ 就让你程式不变多。而有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用这种 iterative 不行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说，哎，我已知它有三个数，所以我知道说我要跑几次。但是呢，有一些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几次。他说：“啊，你这个从三零五年的这个位置开始，然后呢，一直做到什么？做到有一个数字出现一百为止。然后，你不知道几次，你事先没有办法知道到底要做几次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用这种对不对？结构啊，包括写高阶语言的啊。”一些语言高级也会有这种，啊，好，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程式里面，是不是就有 sequential、conditional、iterative？ 好，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这边，你看这个是检查你是不是正，是，去加这个 r 点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负的？下面一个是不是负的？然后是，去加 r 二。对，那假如这个也不对，这个也不对，巧克力做对，对不对？那这里你就不用再去检查，检查它是不是连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是 p 等于一就是 n 等于一就是一个等于一，所以假如 p 也不等于一 ，n 也不等于一，它是一个等于，啊，所以这边就不用再去检查这个连一连不连，那这个一就是一个等于，好，这个等于一你就 r 一加一。对，要 r 一加一，那 r 一加一完了以后，下面你一定要加上 print， 让它跳到哪里？让它跳到这边来，跳到这边。你假如你这边不让它跳，你这边假如不让它跳，它就会怎么样 ？r 零再加一，就继续往下做，所以 r 零再加一。所以变成是说，假如它是一次等于，假如是这个数是等于零的时候 ，r 一也会加一 ，r 零也会加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就不对，你这答案就不对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啊，这个一定要加，这个不能不加。所以当我 r 零，啊，这 r 二加一以后 ，OK， 啊 ，r 一加一以后，我一定要让它跳到这边来。我不能再让它继续往下做，继续往下做，它就会往下掉，它就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啊，就错掉，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个题目。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五个整数，是放在四点五，这个第一点里面，然后前面写一个程式，啊，这个程式是四点零零开始，然后去数这五个整数里面有哪几个是六。然后把这个个数放在哪里？好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先去了解这个问题。哦，这个问题是，它总共有五个整数，然后是从四点五年开始放，四点五年、四点五一、五二、五三、五四，放这五个位置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要我们做什么？要我们说，哎，我们要去数一数这五个数里面有几个是六，然后把这个数目放在哪里？然后呢，这个程式要从四点零，所以我们先了解这个问题。好，
你了解完这个问题以后，那一样，我们就要去说，哎，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因为 R 0是放，我总共有几个六，啊，所以我们就 R 0就要保留，就放，有多少个六？但是 R 0刚开始一定要清除，把它清除干净。来，那每一次只要我们读进来有一个六，我们 R 0就能用。只要它不是六 ，R 0我们就不要用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这是第一个机制。那第二个机制跟刚刚一样，就是我们这个五个数字放在405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机制是。哎，现在读405，等一下读401，等一下读401，这是第二个机制。对，第三个机制是个程序员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要每个地方放笔，刚开始放笔，然后每做完一个就减一，做完一个减一，然后减到它变成零，就成一个。所以一样，我们也要有这类似的这三个机制。好，那我们也是一样哦，把这个4050、4051这个地址放在 R3 里面，然后把这个五个数，有五个，我们把它放在也一样放在 R4 里面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刚开始哦，程式就你知道这样程式就有哪些？第一个，把 R3 放4050。好，这个为什么会放4050？因为这个程式在执行的时候。这个指令在执行的时候 ，PE 是4001，4001加上4F 就是40，所以4050就放上，然后再来把 R0 签成零，好，再来把 R4 放五，就先签成零再加五，那它就变成，好，所以 R4 变成零，然后再来看看 R4 是不是等于零，是等于零就是个错，对不对？好，只要不是等于零，那我就下面就开始读4050那个出来，我们读出来，好，读出来，这个是 R3， R3 里面放4050，把4050的数读出来，放到 R6， 放到 R6， 好，那4050第一个数就是这个，显然它不是正零，对，因为负的，它不是正零，好。然后把这个数放在 R6 里面，然后我们现在把 R6 跟负6相加，这个就是 R6 跟负6相加，这个后面是负6相加，结果放在 R6 里面。啊，那它假如 R6 是里面的资料是6的话，它跟负6相加，那就会变成零，对不对？那变成零，那就会把自己那个 B 的设成一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下面就检查。看这个 N 变的是等于一或者 P 变的等于一，假如这个是成立的话，就代表说 Z 变的不等于，对不对？所以假如这个成立 N 等于一或 P 等于一，那就代表说 Z 不是等于一，那所以我 R 0就不要加了，所以我就读下一个数，我这时候就跳开。那假如 N 也不等于一 ，P 也不等于一，那代表 Z 就一定等于一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刚刚读进来那个数一定是六。好，这时候 R0 会马上加。好，然后 R0 加一以后，哎，我现在加完一以后，我还是要读下一个数，对不对？所以下面就是读下一个数 ，R3 要加一，所以它变成4051。再来 R4 你要减一，它变成四，由五变成四。然后再跳回去，400B， 它变成4007减八，4007减八，七是12，来。它减八就是4057，就是跳4057。好，那这里时候就检查 R4 是不是等于零？好，不是，好，再读下一个，就这样子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里面有几个是六的，好，有几个数放在 R 里。所以当我们做完，这个程式会跳到这里，这程式。OK 吗？好，这是第二个。来，第三个，我们放了五个数在这边，好，跟刚刚一样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检查说，有几个数是64，然后把这个个数放在 R0 里面。那这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是一样，差别是差在我们现在是要检查64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呢，
在检查它是不是溜的时候，我们是用 Medium 哦 ，ADG 的 Medium。好，为什么？就把它加负六。好，负六你可以放在五个 bit 的 truth complement 里面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64你就不行，所以你不能用，这你不能用。好，那我们就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就用这样做，我们把64负64先放在404的 M 份，不对，因为负64先放在16个 bit 里面，我们先把它放在404的 M 份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这16个 bit 的负64读到一个 register 里面，然后以后我们读进来的数就跟这个 register 做相关，因为这个已经是负64做相关，加起来只要等于零，那就代表我读进来那个数字就认识，这样对不对？好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那其他的跟前完全一样，好，跟第二题一样，就第一个也是一样。把4050放到 R3， 这一个放到 R7， 把负64放到，因为我们这是 LD 啊，就是4002加上4就是 CDD， 4002加上 4D， 那就是4F。4002加上 D， 这个 D 也就是4M， 就404M， 那40跟4M 就是我们的负六十。好，所以把这一个读到 R7 里面。好，那剩下的就都一样 ，R0 变成零 ，R4 变成五 ，R5， 然后呢，看看 R4 是等于零，不是，把4050的值读到 R6， 然后 R6 呢？这个，这个错了，这个错了，哦，就是把 R6 这个错了，这应该是110，然后这个是00，11，啊，我都没看到这个。这里对，这应该是110000111，了解吗？来了吗？记下来了吗？好，好，所以各位把这个改一下，110000000111，也就是把 R6 跟 R7 相加，结果放在 R6。那 R6 就是我们刚刚读进来的这个数，对不对？是4050。现在4050那个数，那 R7 这种 ，R7 是放60，负60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现在把读进来的数跟负60做相加。好，那它就会去设定那个 SPZ 那三 ，SPB 那三个等于扣。然后再检查它是不是 N 等于 E 或 P 等于。是的话，就代表说你读进来那个数不是60，所以就。读下去。那假如是这个不等于 ，A 不等于 ，P 也不等于，那代表 Z 等于，就代表刚刚读进来的数字等于60，所以这个 R0 就对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下面这个问题，啊，把 R3 加一，把 R4 减一，然后再跳去400 B 减八 ，D 减八 ，D 减七，十三减八。就是五，就跳到四十，对不对？就从这边一直下去。好，这 OK 吗？所以这里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，我不能用你这边。啊，64跟64，负64，超出范围，啊，超出五个 bit 的范围。好，来再来，我就是增加两个。就请你写一个 program， 3000开始，然后呢，要做什么事？就是把这一个存在3100
后面的三个数，把它加起来。好，然后这个和，把它放在 R 里面。和放在 R 里面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一样？我要加三个数，所以我一样要有一个 register， 一个放三，然后每次加完一个就减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样要有这个机制。第二个我要有一个机制是，第一次读3100，第二次读3101，第三次读3101，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机制？对不对？好，好，然后第三个我结果要放在 R1 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就把这个 R1 刚开始把它清除。变成零，然后每次我就把读进来的数跟行列下去，结果放在行列，对不对？那等到我这程式填了以后，说 R 一零放里面，好，所以我们就这方法是这样子，好，那就开始做。好 ，R 一是保留要放储的地方，所以第一个先把 R 一清成零，啊，第一个是把 R 一清成零，然后第二个呢？就是我们有三个数要相加，所以加完三个数，我们程式要跳出来。对，那所以我就 R 四里面就放这个三，这个先清楚一点，这个叫啊加三，让 R 四就变成三。好 ，R 四变成三。好，然后第三个留一 A， 就是地址，也就是3100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把3004加上这一个，这一个就是 F C 啊 ，F C， 那你把3004加上 F C， 它就会变成3100。啊，所以这时候这一个，这一个 R2 里面就是放，放的就是3100。好，然后下来我们就开始读第一个数。第一个数读进来，把它放在哪里？放在这个 R3 里面。R2 放在是3100，然后读进来就是放在 R3 里面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把 R1 跟 R3 加起来，结果放在 R1， 因为 R1 在放核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是你，但是 R1 跟 R3 加起来，结果放在 R1， 它第一个数就做了。对，好，再来呢，我们就是把 R2 把它加一，所以 R2 这时候就指到3101，原来是3100，这时候是3101。好，这时候把 R4 减一，好 ，R4 也放三，这时候变成二，然后 R4 减一，然后这时候看这 R4 是不是等于零？啊，假如 R4 还是正的，好，假如 R4 还是正，那我就跳到哪里？跳到这里。3007，啊，为什么？你看这个是3009，然后这个是多少？这是1M1就是负五，这就是负五，3009减掉五就是3007，哎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就读下去，然后一直读到什么 R4， 对吧？减成零了，那减成零这个条件 P 是等于一就不成立了，那就只能下去。看到没有？哦，所以我这样子就可以把，你要我加几个数，我就给你把几个数，好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知道？到了数加完了以后，它就是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你把这个数的和加起来，好，好。那这边3100就放三个，我们找这个三个。好，最后一个题目，连我们的程式，我们的这个指令里面没有相乘。那你说，哦，那我还做相乘？哦，那你就想办法。哦，我们想办法做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写一个程式，这个程式从3200开始。啊。那这个程式是干嘛？去把两个数相乘，两个正数相乘。好，我们这边做正数相乘。哦，我们做零或做负数相乘。因为假如考虑零跟考虑负数，它一个负，这程式会比较复杂。
啊，我是比较不懂，不是非常不懂，比较不懂。啊，那我现在就一直做两个证书相同，那这程度会比较久。好，好，那这两个证书呢放在哪里？放在3300跟3333。啊，你把这两个数相乘，那乘出来结果放在哪里？放在330。好，你看我们就可以做相乘，虽然子列没有这个乘的子列，所以我们可以做相乘。好，那相乘你要怎么相乘？这个就是结构式，就是结构式数学。啊，各位小学，你们是小学就开始学结构式数学。什么叫结构式数学？5×3等于多少？哎，5+5+5。对不对？加3×5就是5×3，或者是3+5次，它也是5×3。啊，这就觉得，哎，我们现在是用这个方式。哦，所以你看，你写程式有时候要用到比较这个原始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加来做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个要怎么做？我们就把这两个数放在3300跟3301的这两个证数，我们把它读到两个 register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一个 register， 然后我们再找另外一个 register， 是和，我们说和，好，去放那个部分的和的地方，啊，然后呢，每一次我就把第一个数加一次，跟那个部分的相加，加一次。那只要加一次，另外一个位置等于九，啊，这样一直做，好，然后做到那个位置的，最后减了那个位置的，变成点五，那代表我加了，就比如说10×3，好，那我就放一个位置的停在这里了，好像0+5加一次，那就把它删减一个克。再加一次，对，再加一个5，然后我就把2再减一次，变成一；再加一次，我就把这个1再减一次，变成一。所以这样减掉这个0，我觉得我错了。好，这个乘法，行不行？好，那我们就问这个。好，那这个程式比较短。啊，好，那你看我们这个中间其实还有点点点，就是3007到3300，啊，这中间还有记忆。好，那假设我3300放的是2，3301放的是3，首先要做2×3。那我先第一个把3300这些数把它放到哪里？放到 R4。好，这个就是把3300，这个就是3201，3201加多少？加 FF， 3201加 FF 就是3300。对不对？一加 F 就16，这一加 F， 这一三，好，就3300。所以我就把3300这一个二，这16个变放到R4。那下一个呢是把3301的资料放到R5，3。三就放了，所以执行完这两个指令以后呢 ，R4 放的就是2 ，R3，R5 放的就是3。然后呢，我就找一个 register， 哦，是要让我存部分可的地方，插修上的地方。那假设我找 R2， 所以就把 R2 清除变成0，这里就把 R2 清除变成0。然后呢，就把 R2跟 R4 相加，因为我加了一次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这时候 R2 里面放了一个，放了一个，跟 R4 有个，好，然后呢，我就把 R5 减一 ，R5 里面那个3减一就变成2，然后我看它是不是正的，是正的代表我还没做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假如是正的话呢，我就跳去哪里？跳去这。好，那这个怎么三二零六？三二零六，它这个是多少？这个负三，对不对？就是一负三，所以三二零六减三，这个三二零六。
好，哦，这时候再加一次，是怎样？好，这一个，好的，再把 R 二跟 R 四相标，结果放在好，就是再加一次，然后再把 R 五减一，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看看它是不是正的，那你再减一次就变成一了，三减一再减一，就变成一，那还是正的。所以又跳回去三个零三，再加一次 ，R 二再跟 R 四再加一次，放到 R 二，然后再把 R 五减一，然后它就变成零 ，R 五就变成零，所以它就不是正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正的就是下面这个，那这一个，因为我们说我们要把结果存在三点点三三点六，好，在这里就做储存了，把 R 二储存在三点三三点六。所以就是3007加上 FB 啊，那3307加上 FB 是11，对不对？啊，那7加上11就18，18，对吧？然后就，所以我就把加的这个乘出来结果，3加3加3，2加2加2加了37，对吧？这6，所以这个你这次成绩执行完了以后，这里就放这个，就是零零零零零零，12个零，然后再零一，这个这个六六六是叫零一一，啊，所以我会相当于考试就会相当于给你这个 program， 然后就是说，哎，这个成绩单填了以后，全部三三零二里面放这个。这一部分，这个就会很好。啊，你当你会了这个以后，你就哦，整个这个电脑的运作状况你就知道。这样没问题。那你也可以去做除法，用结构数学的，结构是数学，这个结构，结构数学。那我刚刚说结构数学，你那个一眼啊，结构是数学，啊。用减法去做题，也可以，所以也可以做题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大概在将近30年，哦，很多人学过，哇，有些爸爸妈妈都那时候都学过，啊，那时候就是那个微处理技术，所以 Intel 4元4出来就4个bit，那时候他们都没有乘法，只有加法，没有乘法，没有除法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去用他的一个指令去做图，去做图，是不是？哦，那时候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东西，所以那时候他们这个电脑公司就弄了一堆，比如用聚集指令，啊，这八个，这个动作你要放成聚集，可能有些同学会用聚集指令的方式，可以让你去定义。然后一旦你把它定义以后，你就可以一直用这个程序，啊，这有点像复程式一个，啊，只是那时候不叫做复程式，就叫聚集，啊，好，像这个有没有零？啊，所以并不是说它没有提供乘法就不能做乘，啊，它没有提供除法就不能做，就是这样，啊，你就是要想办法用那个它提供的指令，把你要做的。哦，可是它当然它的速度比，像现在很多几乎所有的这个电脑都会提供乘法，就直接就是用面积来对应，而不是像这样用程序这样，好，所以我们第六章我们大概就知道了，所以怎么样用机器语言来设计程式。或者是给你一个机器语言的程式，你怎么样去执行这个程式，然后结果就是基本上就是好，那你在看这个程式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累？对不对？好，你看你每次都，你看我们再回去，我们第一个程式，哇，这好，是不是？我忘了前面把设备打，我都写在这里。刚刚下课忘记，
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打一下？这五个城市的车，五个好，所以你看这个指令，对不对？你每次看到这个十六个 bit， 你要去哇，这个指令到底是什么？哦，所以你要去查一下，那你输入后面零零零零，一零，这是什么指令？哦，然后它的格式是什么？哦，这三个 bit 是干嘛？后面九个 bit 是干嘛？对不对？然后查那个格式。哦，然后等到哦，你看看看到这边零一零。好、哦，看完了以后，或者是看到这边，这里零零零零，好、哦，然后你往下推，推到这边，他说跳回去，跳回去到这边，又看零零零，哇，抓到忘了零零零零是什么，然后又再去查，对吧？但是有些同学记忆力好的，就是也达到十五个指令，我全部都背起来。哦，那当然联邦北，但是现在的 PC 不是只有十五种指令，一百多种，那是四方最多。好、哦，你看你一百多种，你把它记起来，那我就不用。你可以去背梁实秋的用的字典。好、哦，一百种，而且这一百种里面的绝对是冒的，那个里面的啦，这个 register 啊什么，这里面的格式又很多种。好、哦，所以变成就是说，你只要看这个母训那个。程式，对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一个推出来没多久，当这个机器用我们现在规矩推出来没多久，就有人发现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各位，我们只是生不逢时，对不对？假如你那时候刚好是生长那个时代，搞不好 assembly 就是你发明，哦，这个组合语言就是你发明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么累，每次都要看前面，看到前面忘了后面。看到后面忘了前面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就有人就说：“好，那我现在我写程式，一样是用这个方式。那我用什么方式写？我用像比如说第一个指令，第一个，好，我就用这个方式，我说 L E A， 然后 R 三，然后后面来一个，比如说 Beta。”然后呢，这里三零五零的这一个第一笔资料前面，我给他写一个 data， 然后这边点 f i l， 然后这边写 x 八零零，这样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一个 LEA 就代表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的注意码，你妈的注意码，帮助你记忆这个指令是什么？好、啊，那 LEA 你就不要记这个，你就不要记一一一点，你说是 LEA。好、啊，然后呢，这一个 R3 就代表 register 嘛。好、啊，然后后面这个 data 就代表。这笔资料它放的地址在哪？你前面写一个 data， 用一个 symbol， 这个我们叫 symbol， 就用一个符号来代表这个位置。然后这个点 FILL 是废油，废油就是通版的意思，注版。用什么把它注版？用后面这十六个 bit 把这个地址填满，把这个地址里面填满。FILL 是这个啊，会有注管，所以这个地址里面的东的内容就是这个内容，这个意思就是。所以你只要这样写就好了。哦 ，LER 跟 data 就是哦，把这一个啊这个地址放到 R 三里面，但是电脑看不懂这个东西啊。电脑看不懂这个 LER 跟 data 这些东西，它看不懂。
哦，因为他看得懂的这个电脑笨，他只会看看得懂你的眼睛，所以那这种我们叫 assembly， 这种叫 assembly 的图。那这种我们叫做某些电子的图，某些某些。那电脑它只会执行某些电子，你看得懂某些东西，它看不懂这个。好 ，assembly 的 assembly 是从中文翻译过来。好，那为什么它叫做组？就很像我们那个坐汽车，啊，坐汽车它有那个生产线，我们叫 assembly line， 组合线。就你一下子放一个，到了这一站是把轮胎装上去，下一站是把那个转盘轮盘放上去，再下一站是把引擎放上去，啊，所以那个叫组合线，组合线就每一站加一个东西进去，然后到最后一站，等下车子就好，啊，那我们这个也很像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个你相当于把各种不同的元件组合起来。这一个是 OBMonix， 啊，是 OB Code 的注音码。下面这个是 Register， 再加上一个，在这一站加 OB Code 的注音码，这一站加这个 Register 的这个代号，下一个加地址的代号，这样一个一个加进去，啊，所以我们这里叫主流，啊，好，这种叫声明。但是机器看不懂这个，所以呢，还必须要一个 assembler， 就是一个软体。这个软体就负责把这一个组合语把它翻译成机器。啊，那它怎么翻？很简单，所以我们先，我说很简单，不是真的很简单，啊，就是当你学会了就会这个。好，刚开始都觉得很笨，啊，好，所以他就 LEA 这些东西，他有一个表，他是草表。当你写 LEA， 那你对应的 OB code 会固定，对不对？然后至于说后面的 R3， 他看到 R3 就知道是零一的，因为 R 零是零零零啊 ，R 一是零一啊，哎，零零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看然后看这 R， 然后后面看这个三。数字，他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这个应该把它算进去。再来这个 data， 他怎么知道 data 是三点几？所以他必须建立一个我们叫 symbol data 符号表，把每个符号对应的地址是什么，他先列出来。至于说要怎么列，他就是要先闪一遍，把整个程式先闪一遍，啊。他把这个每一个这个线口，他对应的地址是什么，先把它放出来，然后再来再读第二遍，才把这一个分别的图带给你们。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第一个先知道说 assembly language 的，他第一，然后所以第一条这个关系，把我放这，放这。从第一条就看起，好，那第一条连接是在，我们等一下五个城市的分别都会连起好，第一个就是合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第二个就是 AMD M， 然后 R0 你看这个0101就是 AND， 所以 AND 是0101的零八的注意，然后这是什么，这个 R0 就是 Destination Register， 这个就是 Source 的 Register，然后这边写减号零，就在我说我是十进位，所以它引起你是十进位。那假如你是十六进位，你就用那个小一个，好，你也可以说小一个十，都OK。好，
所以他一看到小 A 的时候，看到九号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是一个数字，是你要加的数字。”所以他就会把它翻译成 medium。medium。假如你这边写的是茶商，所以他不是用九号或 A 的开头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他就说：“哦，这个没有解释。”那这个差别在哪里？第五个变的会是用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 medium 还是 medium？ 好，那我们这边是 medium。你看这个，这一个指令就简单多了，对不对？好看多了。n 是什么意思？把 r 零跟零，好，十六个 bit 的这个零做 n 的结果放到 r 零，就这样。所以一看就知道，下次你再来看，你还是知道它是什么。好，好，这是第二。来第三个指令 ，AND， 然后 RE。好，好，第四个指令 ，R2，AND，R2。好，这是第四个。然后第五个指令 ，R4，AND。那你看，你看到这几个指令就很舒服了。你马上知道它在干什么。好，不用去查表，对不对？然后里面的格式是什么，你也不用知道，你只要知道说，这个代表的意思就是 R2 跟连做 AND， 然后结果放到 R2， 这就好了。至于说它几个 bit 是放 R2， 然后几个 bit 是放 immediate 零，那个 assembler 自己会去处理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等一下告诉你，你怎么样。当作有生命，哦，就是把你自己当作有生命，你怎么样翻译？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是这一个，然后再来做这一个，所以这是 ADD， 啊，然后 R4加一，结果放在哪？哎，一，三。哦，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说，哦 ，R 四加三，嗯，好，再来这一个 B 二，然后我们这个是要测试它是 Z 是不是等于一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边小写，就是说我要 Z 等于一的时候，它就乘一跳，所以这加一个小数，好，好，那你要跳到哪里去？你要跳到哪里？我们这边要写。算这个 offset， 对不对？那对于这个来讲，不必要。啊，比如你现在要跳到 British， 哦，我怎样？就我记忆所及，就跟我等一下出来的一样。啊，因为这些是我昨天写的，所以连这个新口都要跟等一下在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文章。好，然后说就跳到 British。那费里奇在哪里？等一下给各位看，你就知道。好，好，再来 ，L D R 这一个 L D R， 我就 L D R， 哎，然后你要把它读出来放在放 R U， 哎，然后你的 base register 是谁？然后你 offset 的是多少？哎。所以就是把 R3 的内容跟零加起来，当做位置，然后把那个位置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到旁边，对不对？跟我们在解释那个以超解释怎么做，完全一样。好，好，再来 B 二。你看，那这个是 E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测试它是不是 P， 所以我就写一个小 P。然后跳到哪里去？好，跳到 BOS， 这也是一个symbol，是吧？那这个symbol是什么？等一下你看就知道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。再下一个是测试它 N， 对不对？有没有 ？B R N，
跳到哪里？跳到 NEG negative。NEG 在哪里？等一下你就知道。好，就做完这里。来，再下来这个 ADD RE 加一。好，好，再下一个，这里做完了，对不对？做完一个。B R， 这个强迫拉票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写。1,2,3,4,5,6 三个都可以吃一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跳，好，跳到哪里？跳到哪里？好，我们讲说跳到下一个，下一个在哪里？等一下看。好，再来就是这一个 ADD， 然后 R0 标一。好，再来这一个，是不是强迫拉票？对不对？强迫拉票。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一啊，分之一。好，然后一啊，对。这，所以我们就做到这里。再来就做这一个 ，R2+1。然后来做这一个 R3+1，这个是，好，这个是这一个是，这个是这个，然后再来 R4+1，这个，这个是零。负一，就代表属性为负一。好，好，然后做完这一个，我们就强迫它跳，就是 NCP， 然后找出这个 gain。啊，为什么要写这个？因为我的头已经，好，它这个在哪里？这个。好，最后一个哦，我写这样子，不是一个。好，这边就写成这个，这个 I。好，好，然后这边我再补一补，你就看得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意思。这边就是叫 R4 等于零，那我就 branch 到 finish 这样子，对。所以你就用一个 symbol 代表说它等于要到这里，这是怎么办，对不对？连你是不是不要再去算，好，你不要再去算，算我刚我们刚刚就是这个要去算说offset是多少，好，所以你看我直接说。假如 R4 等于零，那我就跳到 finish 这里，就是这个。然后呢，我就这边哦。假如 R6， 你看我这边，假如 R6 是正的，那就跳到 POS， 这样。POS 就会把 R6 加一。然后 R6 加一完了以后呢，我要全部都跳到 next， 跳到。啊，那假如是我是小 R6 是小一点，那就跳到 NEG， 好了，跳到这个叫做 R2 加一啊。然后假如你不是 P 也不是 N 就是 Z 等于，那是 R1 加一，然后你跳到那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你假如是 R1 加一，你要跳到那个，然后假如是正的，你要跳到那，对不对？然后假如你是等于零，你就到这里。这里就是 P 不等于一 ，N 不等于一 ，N 是 Z 等于一 ，Z 等于一 ，R 就加一，加完了以后我要跳到那。
所以你看这三个哦，不管你是动矮一点、小一点、肥一点，到最后都会到这里。你看，大矮一点跳到这里来，到最后跳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嗯，小一点跳到这里来，这个做完了，自然就做完了，对不对？下一个点就是这个。好，脚的整一点，这个做完，跳到这里，行吗？所以你看，不管你是大一点、小一点、肥一点，它最后就是到这里。它这里来就是什么 R3 加 R4 点，然后再强迫它，哎，跳到这边来，这个就是做完。这个我们叫做 transversal。但是还有地方没有解决，从没有解决。说哎，那老师，你不是说这个程式要从3000开始？对不对？我怎么样告诉他？你要全知道从三年内，那这个就是点波法翻译 ，origin， 起点就在哪里，原点就在哪里。好，好，这样的生活人就知道说，哦，你这个程式要从三年内开始，所以他就第一个组件帮你翻的那里。地址就是不放在上面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样画完了以后，你会说，哎，那电脑呢？资料怎么画？对不对？我们后面有资料，后面这资料怎么画？而且是3012跟3050这个中间还有间隔的，怎么办？休息一下。哦，最高是你这个，那你整个算是你这个。好，休息一下。